前两次来新加坡的时候没有关心这个住，现在呢因为有大把的时间，所以呢就来看一看。这个发现这个新加坡还是挺花本钱的，为了建这个旧房，everything 都是很 fancy。设计的确很吸眼球啊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要造一个温室呢，还是怎么啊，要增加空气当中的湿度吗？反正是这里面的植物长得倒是挺好的。Adventure 的设备，比如一个网桥啊什么的，就可以走在这个线网上面、绳网上面，还可以，反正是很多项目了，但是每一项似乎都不便宜啊，都要门票，都很贵。哇，新加坡这老人非常幸福啊。哇 I want to retire in Singapore。 好了，这里也没别的了，就该回去了。瞧着在等这个车的这个间隙，这两位姑娘还在这儿练习起来了，哎呀，真辛苦啊！为了弄出一档子节目，要练。